身为有养宠物的奴才，我想要的空气清净机是除臭墙，因为养宠物的人家里都会有味道，改善我的过敏。因为台湾这潮湿的环境能不过敏吗？有强大的吸猫毛功能，因为我养到一只行走蒲公英加飞猫的蒲公英，威名真不是浪得虚名的。LG Puricare 360度空气清净机宠物版，这台是我买的第四台空气清净机，上一台是戴森三合一两暖空气清净机。身为戴森小粉丝的我真的不得不说，戴森空气清净机真的是毫无改善，我是说对我的过敏。20000多块拿来当循环扇也没有1000块的循环扇凉，拿来当暖气是真的有暖，但电费还真是下属你油。戴森目前真的是自己在角落当花瓶了。鼻子跟灵犬莱西一样的我， LG 主打光触媒滤网，比一般的滤网除臭效果提高了 55%， 但是除臭效果我几乎感受不到，家里还是有个通风的窗户比较实在。但室友的鼻子不是灵犬莱西，所以室友表示哪有那么糟糕啦。LG 的吸毛吸尘螨效果真的是惊为天人，是目前用过的空气清净机中最厉害的。影片机身上吸的是猫毛，机器打开内部是厚厚的尘螨，看到厚厚一层的时候真的觉得不可思议，都想再入手 2.0 版双层的那台啦。机器打开是可拆洗低毛发专用滤网，是我清过最大最厚底尘螨，看到的时候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这一坨比外壳的猫毛还扯呢。宠物模式因为加大风量运转，声音是蛮有存在感，放在卧房睡觉是会有影响的，但是如果你平常有在听白噪音助眠，那听久跟白噪音也是蛮像的哦。买 LG 之前，在 Coway 和 LG 这两台标榜有宠物模式的犹豫，最后会选择 LG 是因为我最大需求是吸猫毛，爱猫如子的我不怕尘螨，不怕新冠肺炎，不怕屎臭味，只怕满天飞舞的细毛，细毛还会跑到我眼睛跟我融为一体。 Coway 是左右和底盘三面吸毛， LG 是机身360度环状吸毛，实际使用一阵子后看影片就知道不会后悔，都想再买一台双层的呢。不负责真心话，老实说，戴森，我对不起你，下集再见。